即嘛，咱谈到是讲到即张诶，即个十四页吼，下尾啊，吼，伊即嘛叫讲发菩提心诶人，会当看到一切诸佛如来，啊，知吼，甚至对有三世诸法，绝对袂使一点点违背哦。好，从啊，迄个在慈悲道来讲度众生，好，搁再因为因已经得到如海的智慧啊。伊讲三世诸佛，拢总得到像海，遐个广阔，好，遐个深的智慧，所以咱一定袂使违背三世诸佛。好，即马来，伊讲佫叫一句善男子，我住伫即个海门国，已经十二年。在这十二年中，我不断地观察这个大海的广大无量，甚至以包容一切众生所作所为，这个大海算什么？我再问你，这句话，伊在十二年，这十二年不是世间的十二年，这是界外法的十二年。当然，伊这个是摩诃萨，善财童子是摩诃萨。啊，所以我伫海中十年，我不断地观察这个大海，是广大无量。注意，业色在普贤菩萨讲是咪遍虚空界，对哈？这个就是业色海。你来注意这点哦，真内底正气无量，哈、哦？安尼知影无？这个、暗示这个。你嘛注意看哦，进来再翻哦，足奥妙的哈，足奥妙。所以我甲人讲哦，经过看过，伊道理都捌足济啊，听无？伊即马甲讲讲善男子，伊会当包容一切众生所作所为啊，啊众生去做啥？煞毋是拢个太过代志一大堆嘛，嘛是有善德嘅人啊，吼、哦，是毋是？所以咱即个大海中来得念，咱众生所作，较底蕴来得念，叫做众生。所以恁大家啊，沾一滴啊，掉甲唔掉，拢底蕴来得。所以我咧讲啊，浮现咧恶报出来，走未去啦，一点仔都走未去。那走下去，好、哦，所以伊较讲安尼，善男子，每当我看到这个情形，就会想到世间万事万物，哈、哦，有比伊搁较恐怖的。想看卖哈，但是更加无量，更加深重，更加特别，世间的万事万物一日出来，对业色出来，拢拢对业色变出来啊。所以整个虚空任何的各星球内底，甚至拢在变出来嘛。社会无论是战争、国家战争，还是和平、社会混乱，我你讲哦，人若要骂人一句嘛，是拢对啊出来；要讲恶了一句嘛，对啊出来。吼、哦，所以真内底较讲安尼哈，啊，佫比更加恐怖哦。佫再讲更加无量、更加深长、更加特别。但是会记住咯，即嘛即句注意哈。当这个时阵，我嘛看到这个大海底下有一蕊真大莲花忽隐忽现啊，对得出来，莲花清净，即嘛即个对照出来，清净海内底有莲花，即嘛即个大海底的，即个业色的深处内底的指大海底，冒莲花啊，即个发现。但是莲花顶毛粉呢？安尼，迄句话就接袂着安尼讲。恁家来看，莲花顶毛粉都出现啦。注意，今日日在往边啊，静静吼，清净心现的亲像莲花。所以莲花伫咱世间代表君子嘛，敢是安尼？咱世间代表君子，所以你今日调理，甲心有一个真正无缺失。搁在鼻底里去运作，莲花顶就浮现这佛道。啊，若无鼻底运作，我袂浮现佛道哦。
我这么跟你讲真正，这句话一定要注意一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罗汉清净，伊个别阶段，伊无大慈悲道要度众生，所以未当升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你一定要有悲智相温，从来清净，心内底有三明四智五眼六通，拢总具足三十二相，八十种虽然好，你若安尼落去修，将来现出无上正定正觉。吼、哦，就是安尼，就是三藐三菩提。这段含义吼非常深，看好，安尼敢想有？想有无？哈、哦，想有哈？你甲想看卖。所以今来在讲当时，这阵佛咯，吼、哦，坐伫新会顶有一尊如来嘛，啊，坐伫上面的，啊，甲伸手来，啊，甲摸我的头，就是甲灌顶，吼、哦，灌顶呢？阿家我个叫我，叫我演说普贤法门啊！啊，什么叫做普贤法门？叫这类海魂比丘，这个佛陀来得叫演讲普贤法门。即马我希望大家真正做出来了，吼、哦！因为成佛不是讲无大无小就当成，这个普贤，吼、哦，就是普贤。一切众生普贤，你甲写者普贤，这里讲的就是灌教意思哈。这是菩萨道一定要这样，这样，好，这句话就是这样，好，来，再看，说我，叫我，为我，再为我演说普贤法门，就说，你如何去广度众生，啊，要怎么度众生？哦、所以开始一切如来境界，啊，如来境界当然是六波罗蜜、十波罗蜜，啊，甲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水顺嘛。啊，当然这个在头前去讲，迄个自觉性地法啦，嘛是安尼修正啊，就迄个自觉性地法，哈、哦，先来讲安尼哈，啊，较会当一定爱显法，哈、哦。现啊，开始一切如来境界，啊，一定要显发一切菩萨诸行啊，听无？菩萨诸行算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啊，甲方便，啊，甲愿，啊，甲智，是不是？这就是十波罗蜜了嘛。好，以前我们就讲安尼了。好，啊，甲阐明一切诸佛的妙法。好、哦，安看有哈，但是呢，佮他讲，当时我感觉讲，一切法，一切法轮，拢总伫这个所在个旋转不离。法轮就是说法无尽呐、啊，佛陀叫一定要，一定要好去说法度众生，但是凭着伊，哈、哦，一个清洁一切诸佛土，一定要清洁诸佛土，一定要摧毁一切异道个邪说。听好无？这句话真重要呢。所以我咧讲哦，最近吼、哦，迄、那个两个台南的地主啦吼，是我参会。啊，你要参会啥？阿伯说准老出来。你当时去批评对一法师讲法唔对，对一法师讲法唔对，我心内有反弹。讲阿叔，你著讲你的，都别个法师讲唔对，你卖去管伊安。我心内有反弹，但我今仔较知影讲我唔对。我跟你讲吼，你若无破邪，袂当现证。这是书不得已的，书唔是吹真，听无？今仔日你若无破邪，袂当现证。所以即句话是讲，一定要出于易道的邪说，因为易道邪说是下方对了呢，知无？啊，你今仔日众生唔知有个人下辈来甲问，啊，叫我得向
向众生宣传，好众生卖看到迄个法师的错误，准未接未来退俗咱这个大乘道。啊，这样我都接到批，我都现在各地区拢跟恁讲一个。有的是我看到，有的是因在地主看到，下辈来甲师父讲，有的人下辈下单起来吃，加问我，我就现在跟恁讲啊。啊，这大菩萨都是无计较个人的问题哦，是计较到这个法的正甲邪，啊，甲众生到底对了下边。好、哦，你今仔开始讲啦吼，你今仔叫人一味个。一边去弘扬迄个造道，迄、那个无迄、那个造念，这有啥物路用？今仔日毋是造念，就会当去圆满的呢？迄阿弥陀佛的世界毋是安尼呢？但有诶一边讲即个造念的方法，造念的好处，迄对众生，吼、哦，行道解脱，将来成就佛道，有啥物路用？哦，干那个方向海，啊，注意想看卖啊！一性都是大性呢，有名上性一性，所以靠二性三性嘛。二性三性是方便，一性是实法。但是上性对下性，伊讲迄个阿含经内底，伊加讲三十七道品，迄、那个叫做一性道。即、這个你若不甲破吼，注意，伊最后会当听到我甲破。自卑啦，我唔是爱去小看啦，爱去糟蹋啦，听无？以前内底唔是讲圆道叫做外教，内底咱内底圆道呢，教了圆道，咱教来后下算呢，一贯道的现状，错误百出，啊，无你去了解迄个话语到底安怎个正讲，吼、哦，远离时间甲空间。你胡说八道、乱七八糟、乌白讲，佮叫人讲你若不对，安尼就红五雷行心，天干雷都。注意，伊毋知影讲爱人是死家己，爱人好好家己，所以佛教内底唯有回向、回向、回向。但是伊讲若无信，将来天干雷都、五雷行心，这你要甲破，看因的个性个袂。这毋是输嘴个贱呢，这是不得已，好有勇气破邪算。因为破邪开通显正，所以内底较讲一定要摧毁一切圆道邪说。不过咱内底，咱教内内底，注意像楞严经讲的咧，邪术说得如如比顶数呢，迄是阿难甲佛陀讲安尼呢，如恒河沙数。教内是即马奇奇怪怪的法师是有够侪呢，你敢知影？吼、哦，干那做做迄什么龙凤禅啦，迄、那个水有法的，要创啥就对。伊个动机是要爱钱，但是今仔日说法，无论发挥随因缘来发心得，绝对袂使做伙，就是要牵挂钱。啊，来什么功德数一百万，二功德数五十万，注意，迄是个败坏佛法呢，在无迄个都邪术啦。不过这个邪术无破真也袂使，无破是害死足侪人，佛教中会害死足侪对了。我正甲恁讲一个另外一个意思。迄、那个佛说海莲王经，就是佛伫海莲王遐讲即个个海莲王经，内底包括迄个十善业道经，安知影无？迄个海莲王遐讲啊，真内底哦，海莲王有甲佛陀讲，讲接触我住伫大海，从枯流顺佛，就是即个现界地佛以来，大海内底人，而且灵母灵境观想足少诶。吼、哦，会进前就对了吼，足、哦、少哦。但是呢，为什么即嘛不可共进？迄灵啊有够侪安尼，我讲好个在大平家甲食挂，无唔知要变安怎？大平了食灵，你知影无？迄景点人写，啊，即个问题吼、哦，吼、哦、讲是安怎开？即嘛变加迄个灵较侪，而且嘛，即个佛陀卡灵王讲，迄、那个。佛法出家奉行戒律，那无固执，正听好。你来记，这是讲安尼哦。出家在家有不幸，哈、哦，那是戒行无固执，哈、哦，啊有去有犯就戒。我你讲，那无落地噶，就是来出世做灵安尼。
所以您大家唔当讲我患戒有那么严重吗？我跟你讲，真的很严重，真的绝对足严重的。伊卡甲讲，枯流损失的时阵，90亿，在家甲自家，即拢甲恁讲个，拢在物件变出来啊。哦，即个看得足长个啊，吼、哦，枯流损失的时代在家。甲出家违禁戒律，拢总对着零有98啊！苦流酸恨啊！苦流酸恨是在98啊！现在来苦那含摩尼佛在家甲出家对落的，现在这个苦那含摩尼佛对落的哈，有别的80亿，现在这个较少哈，可能苦那含摩尼佛较高价。现在来哈，卡什佛时代，所以你唔通讲望到星光，望到天光望未到，无啥货。卡什佛对落的哈，有64亿。恁记录开一个，经过家己，释迦牟尼佛。对了的，现在注意哈，摩尼佛哈，我感谢摩尼佛，咱的世尊这个时阵，摩尼佛对了的啦，对了地啊，敢那对了零啦吼，998亿，想看卖啊？加几倍？那买含只算作加11倍，吼，啊那只嘞？加10几倍啊，再到加11倍，哎，加12倍，啊，再到加足多啊。所以你们不要开玩笑啊，听无？真正吼、哦，唔对，你唔通讲我有灯灾，就是我你讲最近的灯灾拢互人毁掉去啊。恁听无？拢迄南海鱼浆，甲南海肉，有毁掉无？我跟你讲哦，恁也无大惨无，你讲这别人那么好食，我讲有罪，我你讲有罪，你无小心得罪。好，啊，你唔是讲干那东西都不杀生呢，不杀盐呢，你们不要搞怪呢。那我家做副地主啊，别个行到泰国路呢，哈、哦，不杀生不得偷呢，恁做生意别再提人的斤两呢。袂使共讲，即块布佮本来袂偌济，就会使你着共加几倍呢？迄种犯戒呢？吼、哦，安怎样？啊，毋通酒啉着呢？吼、哦，爱怎样无？你甲看安尼加足济。啊，所以讲讲邪术说法如行菩萨说，啊，这不良的地主哦，我甲你讲，毋是行菩萨呢，毋知几十条行菩萨。因为佛陀对正法1000年，相法1000年，佫无到10000年，才那久的中间，唔知要对了偌济啊？敢听有？啊，你袂使讲，我说我唔对呢，敢无那么严重？我咧讲，零地角两下路去行呢。吼、哦，啊，再正要佫甲咱讲一个，即个，伊讲消灭一切魔君魔将啊。哦，菩萨道人一定爱安尼。这个魔君魔将当然有一个恶魔，也是讲这个邪王法的在主体，就是讲这个破损的魔王，啊，甲以降生来在给讲邪术邪教在。当时世尊在金刚坐念，唔得这个破损还未死，伊甲讲不要紧，甲你的佛法佛法中间，我甲变。叫我的魔子、魔孙、吼、魔女来出世、来出家，吃你的饭，吃你的电动，
甲非礼的正法，有无？原来是讲有无？好，啊，你即马你家己想，今仔日在奇奇怪怪的法师，你无甲破，敢袂使真呢？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还如讲两个啦，拢当两个，讲师啊，我过去讲唔对。哦，啊！你若去讲对一个法师唔对，啊，阮就心内就计艰苦。讲你啥该要讲别人，啊，总我才知讲今仔日你输在大慈大悲，无爱在众生唔对对了。好，啊！你今仔无甲破啦，所以讲唔讲电动充满着这个魔，魔君啊，魔将，好一切众生会当显化一心哦。啊，变怎显化一心？你今仔日学着正法，直直学，直直有智慧。文有文慧，书有书慧，啊，修有得到一个法则，会显露。当然，你先欢喜心啊，佛法你听入手，你就欢喜心啊。修了，你业障一定有破解，当然你就欢喜心。今仔日路讲家讲讲，伊教一个吼，以前也无什么心来，也无什么讲我有家教的安怎样？较早迄李吉书，你唔知啥物事？迄、那个俄阿坚利的，因一组囝叫赤龙一个吼。去整个卡盘那个搞过阿盘怎？吼、哦，这是当时阿伯接兵的时阵，提出甲讲，甲因同学甲讲的。因咧做假呢，好一个公车甲搞嘞，对这卡盘甲搞嘞，阿盘怎阿不吹呀？骨阿盘怎？吼、哦，啊，但是有证啦，证改成证一礼拜，啊，伊就同学个。好、哦，迄、那个蚵仔煎哩，查某囝就当我第一号吃东西啊。哟，那我关在公车东西。好、哦，啊，所以我正要甲谁讲，你今日日呐是讲业力，要会当消毒，当然惨，惨即个骨业都消，啊，唔当个做新业。好、哦，即点恁做叫做忏悔，悔改未来嘛。好、哦，即个一定不是跟你讲，所以即么来较讲安尼哈。善男子，其实。我含这类如来，好、哦，伊讲这个莲花顶有一个如来，如来有个摩顶，啊，摩顶该讲这个普观法门，好、哦，普观法门那个呢，普观一切众生自生死轮回苦，啊，你既然知道生死轮回苦要安怎，注意要安怎样处理，所以甲讲。我今累计已经1200年，在这1200年中间，如果有人向我求法，我无不乐意将家己所知所见的甲伊讲完。啊，这1200年不是世间的1200年，这概括法，唔知偌久啊，对不对？唔知几劫啊？听无？啊，就甲咱讲咧，咱这个所在一劫，西方净土多净的几劫尔。啊，伊这个所在。盖我1200年，在这1200年中间，伊讲老人家求法，我绝对好甲讲，予大家会当得到无上的法乐安。好、哦，啊，即马即个是安怎甲讲？啊，正佮讲无上，就是、叫修大菩提道，就是即个菩萨行。啊，唔过大家拢将来拢成就无上正等正觉，所以即个原来是慈悲道的一种法量嘛。我那是比地上我那就发凉，所以今嘛甲讲啊，讲善男子，如果你阿哥进一步俾你了解，我甲你介绍，你向南方行，向南方行，经过60由旬，一个叫做灵溪道边的寺落，迄、那个所在海华国有一个叫做显祖比丘，迄、那个所在你去过甲请教，哈、哦，伊个讲的，哈、哦，会搁再较特色安尼。安尼，即拢种菩萨都是，伊虽然讲比丘，但是拢菩萨。所以恁迄本《禅台动住53参》，我咧讲，即水准真悬哈，去买来看，吼、哦，买来看哈。啊，即、這个我即马即个最难翻译白话出来啊，即真好看。啊，你来甲看，迄内底后写一段，迄禅方面的菩萨，面的菩萨界开一个大窗我看，将来即个娑婆世界。100亿个国土内底，拢有显微的菩萨出来去开莲花三昧。吼、哦，我今日你讲到，原来有一本来，后去参拜观世音菩萨，参拜这个
大地文书参在这个各大型普遍，知无？我做这个现代动作实在是有那一个模式，伊无照安尼做袂出来，哈、哦。好，这段时间恁讲，即马出这个修改，啊，恁若要去买吼，迄、哦那个胡公山有印一本，迄、那个文较好看，哈、哦。这个就是啥呢？迄、那个个，迄、那个个《华严经》最后一篇叫做《入法界篇》安尼，安怎样哈？啊，入法界，这个法界就是一真法界，要安怎样入一真法界？好、哦，阿个伊个变变做现在动作五十三站出来安尼，一进化改变阿就紧，咱听有吼，后来咱个个看，即嘛进来对个人讲安尼吼，莲王比如心，初中古有如来众生，就是咱他妈个讲迄个内底吼，内底迄个阿那也是个深处内底有一个如来的这个化身体，好阿心内底有莲花。吼、哦，即讲遮代志，所以唔够讲，我是思想体观大海，就是个参悟，迄、那个阿赖耶性内底有业性，有清净性，第九识个清净性，有即个个众性，有净七识个呢，净七识叫做转性，吼、哦，所以今来底甲佮讲讲，缘起发性之十二有之缘起。啊，但是呢，这个都业海浮起来，啊，在缘起发生内底，咱就甲咱讲，地就是无明，啊，无明形色明色，吼、哦，啊，即明色了，强修爱处又生怒数，啊，那无呢？迄个哦，本来是这边先的，你边啊加两字本来，好、哦、啊，因有缘起性而无明。今日较无个无啥啥，吼、哦，无咱人迄个发心性是本来是这边先的，迄、那个空性是这边先，吼、哦，啊，毋过无法度咧，已经无个变安尼咧，所以安尼本经讲到迄个众色海，吼、哦，就是如来众性海皆为亲嘛，所以要经去维色也无遐简单啊，听无？要经叫这个。阿赖耶识啊，所以现在来讲，佛就是出地如来种，不过众生是在地如来种。咱知道迄个业识拔掉了，但是佛都已经出地，都业识已经清净，但是甚至一个在解加大慈悲道，悲地相闻，广度众生，吼、哦，不但自度，甚至度众生度到觉性圆满，安尼佛都叫做出地如来。啊！咱讲凡夫呢，干好在业识拔了咧，起心动念拢是一切业啊！你甲看小人数，啊！你若要甲看，你甲看新闻，看出面隔壁迄人安怎变出来，安怎去做业？你甲想看卖啊？迄贼啦，掠去关，关出来，搁掠去关，搁掠关出来，搁掠去关，吼、哦！啊！你甲看，即类骗骗拢掠着，怎啊？搁用我一种方法要搁骗啦？即几多一个嘛？我你个想法嘛？啊，食毒的人关出来，搁再食毒，搁再来去关出来食毒啊！好、哦，啊，你讲啊，政治分子，好、哦，政治分子要甲讲一寡善良正确的人无几个，拢安抹黑，为着家己的党，为着个人要成就，安尼抹黑对方。啊，这算不是众生去作孽嘛？哎、啊，对对出来，内底就是地主式的安尼也是，好、哦、去作孽的。哦，恁爱去输，消费都是惊拢安尼啦，唔该，这天灾人祸不断啦。哦，安怎样？哦，我说有阵讲一挂话是好的，但是人家恁个加变歹听话。聪明变聪的人，知识变聪的人足侪咧。啊，知识变聪的人，所以无法当就不乱嘛。古无第八人的中间是毋是这句话？知识变聪买就不了困难，啊，这么海拢无法度啦，买正式的好姻缘吼。就搁看他未来一轮回因果了，看要安怎变，搞个变出来。好、哦，安怎样哈？所以即马咱来讲大海哈，即马来佛是出地如来藏，对伊个如来藏已经出地啊。好、哦，就是讲已经无何业识暗看掉了。安怎样哈？但是咱佛，咱这个众生是叫做在地的如来藏啊。所以这个藏字哈，所以我咧讲在凡夫来讲是藏一切业。
叫做讲在圣人内底是变现，就是有三明四谛五蕴六通，安就无讲意思，哈、啊。所以进来底讲，佛陀已经转为发性心啦，发性心就讲，唔是阿赖耶识啦，佛陀无阿赖耶识，听无？是发性的身躯，发性的身躯，智慧大光明中，安尼可以安尼讲下。但是大海是象征每一个众生的发性真如海，哈、啊。发性真如海，异名叫做啥呢？叫做众生同体，而且一真法界，也是同一体性、同一发心，这个叫做安尼。但是这个是平等一比，就是凡夫无众生同等的觉性。但不过一个问题，都有甜无甜安尼尔。凡夫是在甜如来中，中是何业色、众业色，但是圣人是众三明四谛五蕴六通，好，安怎样？好，这是差别。但是佛在临终说了，临终就叫指众生的心性清楚。啊，这句心性清楚是叫指啥？临终是叫指啥？众生的心性，众生的心性就是个性、业识、个性。但是在内底临清楚，就是内也这个这内底中心点嘛呢？哦，很了解哈、哦。所以进来的临终总有。无量的定报，就是说明众生本来具有一切法性功德安尼，听无？但是呢，众生就是因为无明颠倒，自私自利，哈、哦，使我这个平等性海呢，忽然间它变成有灵客三道，出现野车居住安尼，安尼就有种个，比如恁看有哈，哈、哦，做咱今仔日种类型来，这种充满着贵就对了。听好无？所以咱人哦，归心哦，我即马甲你讲一句实在啦。咱人今仔众生哦，若无合法的人，是比贵搁较贵啦。你敢要相信？你出门你若无注意，我甲你讲，你连伊都头壳用关机，你规个戒金波都用退去，我无骗你。你敢要相信？啊，你唔当金钱落背哦，你若落背，人就甲你笑笑啊。听好无？反正都。讲恁祖囝伫我遮哦，看你摕偌济来讨啊！吼，啊，你着较认真个一个。假使恁祖囝去学校，你毋通讲恁祖囝伫我遮哦，你较紧敲电话校门口门甲讲，安听有无？门口门下看真正恁祖囝有去用绑票有无？人一日着讲要你汇五十万、二十万来花，恁祖囝着甲你绑，你汇去着何有去啊？我你讲哦，这世界人个伎俩哦，日新月异。哦，这就是这个问题，哈、哦，无明颠倒，所以这个性海来得灵，忽有灵客山，因为灵客山拢贵嘛。啊，再我你讲个明主讲一句话啦，哈、哦，人有禽兽食鸡鱼，讲人甲禽兽哦，差一丝仔尔，听无？啊，你甲想看卖咧，厝边隔壁各种个这人类的动态，我你讲两脚含四脚差不多解者。你敢要相信？那无经过教育，拢总唔知伦理道德先做啦。啊，什么叫做是？什么叫做非？什么叫做善？什么叫做恶？都一定爱有受过佛教的教育，才知什么叫做善恶，爱分别的好些。吼、哦，无想过你嘛爱读过儒家，迄即个伦理道德，才知讲人的主点有伦理，爱注重伦理。哦，所以哦，啊，你我即马甲你讲，人的命运和伦理和信仰绝对有大大的差别。一个人有注意伦理的人，伊后边命运绝对健康；一个人信邪法、甲信正法的人，伊后边都即款安尼苦甲苦不了。有个人后边不但今生今世修了真好，甚至未来也解脱。你知无？所以人的伦理道德啊，甲这个信仰大大的差别。你今仔将邪妄法当作正法，你绝对会拖真济人对你来死。我不骗你，哈、哦！啊，甲恁讲，你今仔就叫人来听法华经嘛，无几个。哈、哦！啊，当法华经讲过啊，我都无爱，想讲无爱宣布，因为这灵溪经无好了解，所以无爱伫法会中宣布讲，恁来听灵溪经，哈、哦。我那看恁古有的这人继续前进，甲未来形象安都好啊！
吼，啊，那种即马有这新来的，你都要接受。希望你结缘结家，上界无得着了，结缘加一部灵气跟讲完啦。因为这是无好入的一种，吼、哦，诶，一个法海，安怎吼？所以来对讲，吼、哦，这个平等性海中有灵气三道出现，啊，佮有野车，其实野车是鬼啊，吼、哦，甚至古说啊，野车共有十头，唔是十头哈、啊，啊，咱人若无买正常，就变十头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是讲十头，十头是啥？十头如十种的根本烦恼。根本十种根本烦恼，头啊就讲贪嗔痴慢疑，吼、哦，啊个恶见，有无？别块有甲恁讲过无？吼、哦，起码搁再来，恶见内底有一个上见、边见、下见、见处见、甲界见、处见，这个就是野车魔鬼内底这个邪妄法，就是邪妄心，今仔下变野车魔鬼，听无？所以我甲注意讲，一念间念，你要成就圣人吼，啊，甲要对落阿弥一念间，迄、那个烦恼妄病，就是你不明正法。所以今仔日咱也无学，我跟你讲，什么叫做对，什么叫做唔对，就是你今仔日讲有菩萨戒啦、五戒啦，你若无买问啦，我甲你讲，个个都对落地狱甲灵性安，吼、哦，这都有十种的根本烦恼在内底面。啊，这个嘛会使甲讲。讲叫做集恶业的贪嗔痴杀盗淫恶口欺妄言妄舌，也可以这样。所以今日受菩萨戒了，不像样的蛮多的；受过五戒不像样的也是蛮多的。但是这种种将来佛陀所讲的，哈、哦，那个九百九十亿积家在家所起的起数啊，积家在啥在家，啊出家就是比丘比丘尼。有波就有波，有的再给。好、哦，啊，你嘛会记得微笑客的尾啊？迄个第八世迄内底嘛，甲你讲一个弥勒菩萨家一个石中断了，讲即具尸体的前因就是去年心动，已经对了数量啊，好无？敢不会记得？对啊，即具尸体是破戒，已经对了地狱啊。所以我跟你讲，出家下界拢对了地界，无一个无对了。甚至你若今仔日无知讲，你惊出家的重要，这部是要创啥个，你嘛袂使啊。所以今仔卡说袂当方法里个群星的话，你嘛要好好用功，啊，千万注意，卖唔对安尼。吼、哦，这是危险的代志啊！啊，你讲，互你俗家，你无修缘嘛是对了啊。修行，好、哦，安怎样吼？所以进来点卡讲。十头之主，即个个十种的根本烦恼，欲具体讲，就是无明性。吼、哦，是非不变啦，啊，无明作业，因为无明叫做惑啦，安听无？啊，所以讲咱若无文化的话哦，你无分别地啊，你唔知道到底你惊对啊唔对？我这么跟你讲哦，有个人讲要去修五戒，等下也无结等在所信，嘛是结龙流连。哦，讲我有修改，无要修改呢。哦，有诶讲啊，都修五戒，五天修菩萨戒，七天我就修菩萨戒。到尾等讲，什么叫做菩萨，伊也毋知影。注意，恁若安尼哦，恁着悲哀呢。所以，迄个菩萨戒本哦，恁来切一集哦，拢爱上呢。知无？咱着甲咱讲，佛陀计讲大慈悲，到直接到遐就袂使大事啊。你要爱含众生结缘。啊，恁也会使食众生的肉。你今日大慈悲多慈爱，广度一切众生。你今日为着你个人的性命来杀害别人的性命，你佫讲不要紧，讲迄个个卖台话的，哈、哦，去买人台边的。所以恁敢袂当接受这个道理？应该是袂当啦。宁可修改一事，就你袂使悔改一生，甲恁讲了去啊，对不对？修改事是功名。悔改先是恶案，但是悔改得生未必生，哈、哦，悔改哦，但是修改依数未必数啊，这拢有跟恁讲啊，真清楚啊，哈、哦，人佛陀讲，你要行路，路中若有草啊，你卖去打，因为草啊内底有迄个细只骨啊，滴啊，唔当去甲打掉，
吼、哦，啊，要食一个，食一个零，譬如讲，咱要食礼包包内底，一定爱嚼清气，嚼清气，佮用水落落的，倒遐放放咧，较袂生到遐，到遐死在迄个饮料内底啉。你家己知影无？啊，所以唔通讲礼包包的物件食，即是倒遐是轻一讲，输个食个物件拢个，即嘛礼包包输拢唔捌个食，吼、哦，足少啦，吼、哦，人讲真足少啦。但是現在有吃一些鴨皮，我都要用茶綠綠的喝的，那個鴨皮裡面一兩個沒味，鴨皮是有這樣的故事的，所以你要注意呢，桌上要少少注意一下，蒸燒蒸燒就比較不夠了，我來，我跟你說，你是要結眾緣的，不是要毀滅眾生的，如果說你要吃，去買便宜的就好，亂講的。袂使落错一个，戒律袂使落错哈，安怎样哈？即马来较讲安尼啊，即马来无明性，啊，佮有小罗菜，啊，小罗菜佮无明性哈，即个伊是比如大烦恼、中随烦恼，大烦恼就根本烦恼，啊，即中随烦恼佮小随烦恼，小随烦恼是毋是二十？啊？十哈？啊，中随烦恼偌济？哦，即摆我甲恁讲，迄、迄、那个笔法甲卫生哦，读咧啊，即摆来即拢会讲着。恁等个看，啊，甲大随烦恼根本烦恼，大烦恼者，哦，恁等个看啊。所以即来得较讲，一定爱转即个苦恼的众生，哈、哦，因为众生有在问题嘛，啊，所以造业较会受苦，袂当解脱，都亲像火体，所以即个火体就是加讲即个灵气啥呢？对灵溪山岛内底一个小多情，好、哦，安尼即是唔拢讲加讲唯识嘅哈，佮、哦、再讲唯有佛陀一人超脱三界。啊，所以即个法华经有加讲一个中者，伊厝嘅火烧，会记即个未？但是已经离开啊，啊，看在囡仔伫内底个算唔经出来，啊，所以不得已外口准备三机。羊鸡、鹿鸡、甲牛鸡，要生仔囝出来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中者就代表佛陀嘛，吼、哦，这应该大家还佫记得是甚物品啊？佮像是方便品，还是比如品哩？比如品的款，吼、哦，安怎样吼？另外记得等佮在故乡，所以进来底佮讲，唯有佛陀已经超脱了，所以请灵溪三城叫做嫌恶处，所以灵溪三城，这个是佮讲咱人的阿赖耶识。啊！说咱人内底有这烦恼，那大烦恼，吼、哦，根本烦恼、中随烦恼、小随烦恼，啊，佫无明显，啊，佫牙切，咱人接受着用这来引住，很了解。所以众生虽然有烦恼习业，但是咱的佛性本来具足，嘛永远袂丧失去，对咱人的发心体，永远都伫咧。不过咱造业对着地界，发心也是落地界，吼、哦。对着轨道发生也是几轨道，因为那是业识的结晶子来在变出来，哈、哦，安怎样哈？啊，你若对着这个阿修罗嘛，是对阿修罗去啊。所以现在在讲，永远你那无上之，但是本经的讲教，迄、那个妄念的阿那也修，就是结讲大海的了。哈、哦，这个是讲安尼，所以大海也就是这个个普贤菩萨结讲这虚空界安尼，咱人业识是真虚空界这大。好像大海，所以经咱也是经过修证，经过修证就是三分的净土海物件，净土海物件就能转色成地色，转净五色成诸作地，转净地六色成啥？妙观察地点了，哈、哦，转第七色成平等圣地，转第八色成大圆镜地，迄、那个叫做转色圣地。甲成为清净平等发生的真如海，就是结讲这个道理安尼。咱再讲到这个第九页，欲众生说，啊，即嘛众生一个讲众生是真济烦恼，这是事实的。不过一句烦恼吼，那用佛来来甲讲，袂使讲烦恼一安尼。袂使讲烦恼吼，咱当然讲烦恼。即句烦恼吼，翻译起来叫做惑。
啊，甲无明，迄有无明，啊，所以真内底众生有真侪无明，哦，至少讲是爱安尼讲较对，众生足无明安尼，哦，啊无明就安尼使讲众生足无痴安尼，会使安尼讲哦，但是呢，咱即马甲讲。伊个讲人，人人拢有厌苦求乐之心啊！啊，这是事实嘞。生活环境未拄好，伊嘛怨叹，啊，得高山。啊，那身躯破病，哎嘛讲看会较紧好下呗。啊，家庭那未顺，伊嘛想讲看会较紧顺起来呗。这差不多种人的这种欢喜啊！啊，比如讲事业无顺，伊嘛想看当较顺的下面，这个叫做厌苦求乐。应该安尼，但是呢，伊即马来是甚物原因来安尼？已经在这讲如来众生的因果，因为这个如来众吼是光明性，啊是这个个唔是苦不苦的问题，是快乐的问题。啊、不过現在这个哈，那要安尼甲相对起来哈，那是用如来中如来众生的因果哈，真的嘛要甲讲人生来甲讲有求乐的心，唔过观念错误，啊甲价值错误，价值观错误，所以人生伫这个严苛中间要求快乐，可能会愈求愈苦安尼，因为伊要求求乐哈。拢不得手段，啊，不得手段，伊就造业，造业就愈来愈苦安尼。啊，那是讲这个如来众生吼，这种的含人生所求的完全相反的问题。哦，这两句话，我那爱小块加，理解一下吼。你若讲用人生求乐，啊，那讲如来众生，啊，佮偏偏啊众生求乐的东，拢违反常道，哦。这是熟悉的代志啊，但是呢，以前来对他讲，但是每一个人因为要求离苦得乐，有真侪方法无同。啊，当然有的是，真来对佮讲安尼啦吼，有的是凡夫求离苦得乐，有的是出世圣人会求离苦得乐安尼，反正两回事啊。啊，像刚才讲呢，因为有伊讲，以前来佮讲讲。求离苦得乐，拢有向善的心。我跟你讲，这句话未必然。除非你今仔有听经闻法，你才知影讲安怎样会当达到圆满的解脱乐安尼。好，安那凡夫，哦，你今仔无钱，啊，都来共抢劫，环境未顺，都骂，都拍，还给牛仔安尼。哦，这是凡夫啦，哈，世间。但这么来哈，方法尽管无同，这个向上向善的心，这个是差不多有想讲要安怎样来得到未来的福，啊，未来的快乐安尼。好、哦，当然这个都无同，无同，有的是啥呢？有的是修出世道，有的是修未来福报、天上报。哦，啊，有的是修讲。啊，真做人遮艰苦，啊，看后出世会当较快活个袂安尼，安尼即个就世间啦。啊，若求得天上报嘛，世间；哦，啊，若求出世乐，即个当然是解脱乐。即个另外一回事啊，吼，即个四性以上较有可能。啊，所以咱今仔要哪求，当然你着明理了，较会当讲求我永久未来快乐。啊，但伊个未来快乐，毋是个人个快乐，是广众生同快乐。哦，这种是开始大圣人的一个慈悲道安尼，安怎吼？永安广告者，弥勒尊吼，哈。